那是八月初的，我没有进去的嘛，所以就是本身的风险挺大的，我也有睡着一下，也就是最近那个季节应该是睡不着，你人是多没有啊？人都是在啊。他在西游就够可怕了，他说他觉得西游里面的东西就掉下来，我们是没有了，可是我们家家族是没什么东西没有，可是就是哎，这个最近台湾就是说是不错的，不要说是没有，大家都要小心。好，再来就所以我们这个这档套子会等于现在的位置加上有多少倍，所以这个公式。也同时就是说告诉你说我们一直不是强调是 NCNC 吗，就是这个 NC 第一个 NC 是什么，第一个 NC 是 Monte Carlo 对不对，就是说随机的 process， 第二个 NC 是什么 Master Chain 对不对， Master Chain Master 是工作链， Master 工作链的意思是说你现在要过去的位置会跟前面的位置有关联，所以你看，这每天要过去的位置，就跟前面的这辆车跟这个现在位置关联系，对不对？所以这边体现这个所谓的这个马尔斯的这个心理。好，那所以这个你所以这个结论抛出掉，就是跟这个成正比，然后呢，这个比较的抛出来。现在会加上这两个，这两个，然后加上这个，你们去算这个东西啊，看你要不要，你要不要真的过去？那这个后面就是细节，可能这个就是那个你把它展开来，你用这个，对啊，你就是把它展开来，我觉得在上面这个。所以这个 false value 这个贝朗之后它是这个 happen event outside commission boundary bound， 对吧，就是说这边要有一个词应该要讲一下，因为原来是小岛的时候，如果是我们先离开小岛 OK， 你人往左边走往右边走，那你可能你其实你会有问题，就是如果你现在刚好在最左边的小岛，对吧，最右边的小岛，假设你现在是做数学小的啊，结果人家就是预计告诉你说，你要再往左边走，那你要怎么办？你最左边的小的啊，就存在一个问题。OK， 同样道理，这边也是一样。就是如果这跟现在是延续，对不对？对，所以说你现在这个，像我刚讲的，你这个跳，只会跳很远，对，你只会跳超过。它这个，因为机遇分布，它可能会有一个范围，就是说，随便讲，假设是零点五，假设范围是零点五，就是它一跳到，就是说，对啊 ，OK， 那这样子怎么办？因为你身边的那个你的 PL， 你的那个口径是没有定义的，对不对？对，这个时候就如果要是这样，这个 outside 的什么？可能有放，对，已经超过那个定义的区域。那这样子 ，the prior and the likelihood is very clear。你把这个 prior 和 likelihood 把这个题目设成里面对了。
他这个这个缺这个缺这个就是就是非常低嘛，这个非常非常低啊，发育这个那你就是发育，然后呢深水二十，你真的二十是一级，然后呢地雷是真的是四十个月。 OK， 如果你们还记得我们前面的那个一讨论，这样的结果你的分布会是非常 OK， 就是四十个月六十转念嘛，对不对？所以你会把那个十四加到一，然后六十加到另外一，就是那个贝塔贝塔，你的阿尔法是十五，那贝塔是七 ，OK， 所以你的那个出来的你可以查这个贝塔分布的贝塔分布的有那个细节。好，那你现在这三个其实呢，就是三个。确实确实对，这边是我们都从零点一开始啊，应该说零点零一开始啊，零点零一开始就是靠近你这个地方开始。 OK， 那这边记录从第零步到第百步的它跳一跳跌，是从记录到49900步到49900，应该说这边差不多50000步了，49900，就是前100步，就是最后面100步，就是50000步的这个样子。OK， 好。那它这三个差别是什么？这三个差的差别是什么 ？OK， 你先看上面，上面的结果就是它这个，它要然后把它那个 human 就是这个 central human。你看它这个样子跟这个出来这个样子跟这个出来样子还算蛮像的，还算蛮像的，因为就像我刚才讲，他们其实他应该说要 approximate 那个就是 beta 15C 的那个分布。 OK， 那你说我们为什么要三个就是不一样的差别？ OK，这地方我刚刚是不是讲说，这个 delta theta 它的那个平均值，对不对？那我们用的是那个 delta， 那就是sigma， 是我们这个 sigma， 那我们可以控制的这三个就是 sigma 的值。那 sigma 值，你可以想象 ，sigma 越大代表什么 ？sigma 越小代表。因为这个 delta theta 告诉你就是跳的有距离，对不对？那当你的那个 sigma 越小，代表说你产生出来的值越靠近你的值域越大，对不对？那 sigma 越大，代表你产生出来的值很大的值域比较大。分子类学，我抛手一个分子类学到有一点零二，对不对？这个什么？我分子类学到0.2，这个呢二，所以你看啊，分子类学这三个是不一样的，差了，就是左边是0.02，这个是0.2，这个是二，就是这两个差十倍，这两个差十倍，对不对？对，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看到。你看，当这个在跳的时候，它每一步跳的是比较少，它跳比较大的时候，可能几率很小，对不对 ？OK， 它走得很慢，对不对？走得很慢，所以说产生出来的也很好，看起来。那这个呢？你看，它一跳大概这么大。这个呢，往下每一次，放一下跳入去，对不对？可是它躺在。
所以呢，你会发现他大多数的奇异的那个跳跃都不会接受。OK， 虽然说给我看起来有孩子的爸爸，你听起来看起来不错。OK， 那这边有一些东西可以让大家看。第一个 ，OK， 这边有个东西叫做这个比喻就是你 number of proposal， 你 propose 多少次？那因为我们觉得每一次都会做 proposal， 对，都会建议要不要给他讲这个，就做中这种方面就是五万次的内容，所以我们 propose 的那个都五万次，每一次都会。一个参赛，我都是比较要，比较在后期要跳，但是呢，会不会跳，当然就是看你最后面算出来那个，就是第一个超过的范围，对，如果没有超过范围，就看你的两个标准值的比值啊，一些比值，对，这些东西也是要看你这些，那你可以看嘛，这个它的 propose 跟 accept 的比例是多少？0.936是什么意思？它有93.6%的提要票都被接受，对不对？他提议了，他只要提要票有93.6%的这个票都被接受，这个地方有个小小的那个理由，为什么？因为他票都很细，对不对？票都很细，代表什么意思？因为几率分布居然是一个平滑的，当你要很少的时候，那两个值差不了太多，对，那两个差不了太多的时候，如果你跳过去那个地方比较大，那就过去，对，但你如果说跳过去的值比较小，跟你现在的值很接近，对不对？假设你现在值0.7了，你过去虽然比较小，可能是0.63，对不对？我们只是举个例子啊，那就变成0.7分之0.63的几率就过去，对不对？对，那前面那个公式，对，所以你会过去的几率就很大，对不对？对，所以这个地方告诉你这样。那这个呢，就是你的那个边际边界0.2的 ，OK， 你的这个 propose 的目的还是要是五万，那你实际上接受0.49，大概是9.5%的。proposal 目都可以接受，对不对？就它一半，差不多一半。那第三个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它提的5万的 proposal 这个项目，很少被接受，少到什么程度？0.0624，等于说只有6.24%的这个。这个跳过去了，会接受，所以这个少的可能，对，不到10%，对，不到10%。好，那这边跟先同学讲一下 ，OK， 一般而言 ，OK， 这个是会影响的 sample 以及选择很大的一个参数。就我刚刚讲说的，决定要跳多大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所有的讲说，就所有比例的这个定嘛，这是很重要的。前面我们第一页我们在做纳的那个先头，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前面会先做500次的这个先做先头，然后做一个参数的调校，对不对？后面才会真正用那个。调教的参数啊，什么什么，对不对？为什么要这样？就是要决定的比较好的这个 proposal 的一些这些可能包括这个地方。OK， 那你看说在这三个里面什么样子比较好？先讲结论，就是说你大概一半的比例的 proposal 的这个 proposal 的这个目被接受是最好的，也就是说你中间这个是最好的。中间就是这样 ，OK， 那这边如果说你在往上看，你会看到一个东西叫 exactly demo line，
万的人口，对不对？我觉得我们应该说我们的人口够，就是走了5万步。但是呢，你会发现它的比赛天空在呢，就468.9。我先解释一下比赛天空，就是你这个天空量相当于你就是没有，就是他没有自己口的一体的这种跟头的那个的占领，就多大？那这个所以你可以用在先解越大，代表它可以参考的越有参考价值。OK， 所以你看这个五万的。这个都是5万，都产生5万。那你看这个确产生出来的，它的开始天空带是不到500。右边这个呢，跳很远，它只有被接受6%浮力，那它的开始天空带5万，它才2100，也更少。OK， 就中间这个 ，OK， 它5万的，然后它的开始天空带1万1700。当然，你在天空赛事，如果说你要把它调教的比较好，有很多的做法，这个是比较伤的。你那个飞马，这个飞米的一调得好，就差别了很多。你像从这个500到这个10000多，这两个效率差了很多，对不对？这样效率差了很多的，对。那，如果说可以说，我们常常在做一个这个实验的时候。那我们希望说，这个比赛的中国赛要到底足够的一个距离。那如果说，譬如说，你看到说，如果说我们希望这个比赛的中国赛在5万，假设，那你现在最左边这个你必须要跑5万20倍，对不对？虽然说我知道我们的 CPU 现在跑得很快，但毕竟这个是还是挺多的时间，对不对？假如这个5分钟。跑了20倍，你要快点跑，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为什么说它会先用500个选手去决定说用比较好的选手？这个先有一个，你可以决定用比较好的选手，有助于有帮助你那个得到比较好的这个比赛的选手赛的一个这个。那还有很多啊，譬如说选手做选手的这个决赛。因为我们就这样讨论这个是 metabolic algorithm， 对不对？有很多 metabolic algorithm 是最简单的，那也有像比如说 metabolic type 也算法，那这个是谁说 metabolic 也算法的一些来 ？OK， 那还有像这个我们在 Python 第三用的叫 NAP，OK， 它那里是一个跟 OK 它们不一样的。效率也会提高，对。所以这500个 sample， 它在决定，它也在考虑说，用不一样的 sample 里面一个算法，哪一个会比较适合，还有帮助做分析，用的分析。OK， 好，那现在回头过来去讲一下，这一代 sample 在怎么算，这我就不细讲，我就大概讲。它的意义是什么 ？OK， 我们希望你的 sample 的那个它的这个所谓用我们一个 theory 表示，就是你得到的 sample 它的跟自己的 correlation 不要太高。OK， 我们就是。你们知道口碑是核心，大家都知道，就从机上的口碑，大家知道，对吧？我给你就
注意啊，阳性率是知道，但是你至少知道这个一些这个基本概念，对，所以更相关于他们比较就是哎成长外围成长，对不对？那互相就哎成长外围下降，对不对？就这个像这样，这是口的意思。那很像欧洲口的，欧洲，好，再把这个这个这个英文说一下，欧洲这个字根。OK， 譬如说像 automobile， OK， 就是自己移动嘛， OK， 就是车子嘛，自己可以开的车，自己开的车，对，就 automatic， OK， 自动驾驶，对，就是自动，对，好，对，所以 auto 口令就是 self 口令，这个比较 self。我先画一条线，比如我现在这样子，OK， 那我把这个 app， 然后这个 app， 我把这 app， 比如往右边平移一格 ，OK， 然后是这个样子，我画了比较那个。画的清楚，我们大家知道什么，对不对？对不对？我觉得黑的颜色，黑的颜色，黄的颜色 ，OK。然后你看，我现在移给的是这两，是我用这任何一个 X， 它会有两个 Y， 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原来是只有一条线，现在是有一个 X 有两个 Y， 所以我可以就是对这个怎么讲，这两个去看它的口令，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就是它 K 等于1的 auto 口令，我可以去算这个。OK， 那 K 等于1你得到 auto 口令 ，K 等于2就是往右边移两个可以得到 auto 口令 ，K 等于3等于1应该得到 auto 口令。你可以想象 ，OK， 大多数的线，当 K 值小，它的 auto 口令通常会比较高，因为通常线是有限的，对不对？所以说很容易就是你说移动比较小的时候，前面只是后面只是它在口令，对不对？对，在 information 第二个角度来讲，越不口令，它的 information 的含量就越高。OK， 所以那个。所以我记得是 dimension， 这个 k 哦，你可能要从一分哦，到了二十来多少，当你拿到这个 auto correlation 的这个值哦，然后除以就是可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effective sample size，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这个是你的，这个就是实际上你的 sample 的，这个分析方式的，就是像我们这样觉得你的 sample 的以外，对，这个是放出来。那你除掉它的 auto correlation 的一些这样子的那个值相加 ，OK， 那你如果说两条线，这个越平滑越缓的线，那你的 auto correlation 值就越高。OK， 就这样子变化比较多的，那你 always 就越低。OK， 就像这样，那它会从这样慢慢增加到20，我就觉得应该是这样。然后加出来的时候，这个分支这个结果是这样，这个在你在时间多少 ？OK， 所以大概是说这个。你的 auto 的值越高的话，你的 effective sample size 就越低，就越烂。OK， 前面不是我们在做那个，在产生那个就慢产生那个 sample， 我们会有一个那个有一个 effective sample size， 我们跟大家讲，那个我们要到这时候才，就是我后面会讲，现在我们在讲这个。
但是这个不用你算，你好几在银行算，二十万算，那开始几万算，这就不用担心。其实我重点让大家了解，什么叫做第三十分钟半，那它大概怎么算 ？OK， 简单讲，三十分钟半越高，代表你这个 sample 出来的这个 sample 值所拥有的资讯量越多。或者我这样讲说，如果说同样的这些点产生出来的统计率的话 ，OK， 你的这个你分析深度算是越高，你越能够它出来的这个统计的这个越能够相信 ，OK， 越能够相信 ，OK， 就是说像所以说在这三个点，虽然说你看这好像不太。差别不太多，但是呢，你如果回去看这个贝塔十五七，你去查，今天这个到95%的应该是最接近，0.48%的到1.8%的应该是最接近那个贝塔十五七的那个结果。那这个跟这个。都比较不准，但是看起来都有像啊，因为毕竟，它的通过图没有那么的，比如说青蛙的这个结果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因为是有刚刚有点发挥了，对啊，这个基因，正确的基因比较小数两位，它下面这个是一样，0.482到0.85，这个比就是左边要好一些，你可以看到。对他身体好，不仅他身体不太好，2013他提了0.48，好过一倍了，四倍了，好多四倍了，那这是对的。那帽子的话也是这个，有理论上中间这个位置，那帽子这可能就不一定，因为他那个像这种的话，也他考虑的本身深度会。跟你在三分爱情在一起，就是梦的，因为它最高点，对不对？它最高点它可能就是说，看起来不会来梦的，这0.7好像比较靠近0.7是吧？也就是0.68比较靠近。就是梦的它很容易几个凹拉也就会把它拉掉。OK， 所以梦的。